战争的咆哮随风回荡。孩子，可怕的黑暗力量再次逼近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做国王该做的。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？要继承你的父王，但你一定要从幽暗之中走出，带领部落。你必须集结部落，带领人民实现你们的命运。过去我们两个曾经一起肩并肩地站在，这次有什么不同？我们不同。老朋友，你跟我们是躲不掉的。准备好，你出生的那天，整个罗德隆的森林都在低语着这个名字，阿萨斯。没人可以奴役我吧。真正的问题是，什么才值得一战？为了联盟，为了马拉，为了艾泽拉斯。无论你为何而战，你永远不是孤军奋战。